我是影像大舌头的阿达。大疆于10月19日发布了一个新的预告，从画面里面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是一个口袋设备，其实它就是大疆最成功的自研爆品 Osmo Pocket 的二代。根据现在掌握的情况来推测，这次升级将是跨越式的。首先，相机很可能升级到6400万，并使用1.7英寸的 CMOS。从参数上看，应该是索尼 IMX686 这颗今年主流的 CMOS， 并支持8倍数码变焦。视频还是保持了 4K 60帧的高水准。由于传感器的增大，再加上算法，夜景效果会比前代有了长足的进步。在手柄上会增加新的5维导航键，电池容量也会有所调整。售价方面应该和前代没有太大的调整，维持一贯的定价策略。今年市面上出现了大量口袋云台相机的跟风产品，作为飞米、飞鱼甚至抖音等品牌都有涉猎。作为口袋云台相机的始创者，大疆是不是能保持领先优势？我们将拭目以待。今天的预测就到这里了，喜欢我的频道记得给我一键3连加关注，我是阿达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